精神点，女人家家什么样子呀？你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能不能有点女人像呀？这是哎，老钱来了，快坐快坐。爹呀，爹给你的礼物。你看你来就来了，还拿什么礼物呀？那就一会儿放柜子里边。老钱呀，倩倩，今天你们都在呢，爸嘱咐你们几件事儿。下个月你们就要结婚了哦，这小两口过日子呀，他总免不了要磕磕碰碰的。但是有一点你千万要记住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咱不能动手打人。这小吵小闹可以，听懂了没有？懂了爹。知道了吧。这都放点了，今天就在家里边随便吃点，我给你们做去，你们聊着。行。放一块去。抱拳啊。哎，听说你妈给你买辆自行车。对，大凉的。待会儿溜一圈呗。行啊，没问题。让倩倩回来啊。爹，怎么了？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呀？宝泉弄的。哦啊，这臭小子吃了熊心豹子胆了，你在这坐着，我找他算账去。哦，宝泉呀，不是爹我说你，结婚前我就千叮咛万嘱咐，叫你别动手，叫你别动手。你结婚这么短时间，不知道谈恋爱散打。哎，男人打仗，瞧你这点出息，让老婆打成这样，你好意思说吗？你好意思？我走了。爹，啥事儿？我还饿着呢。你不服我去你家吃饭呢？瞧你点出息！饿什么？爹，爹！哎呀，老天爷呀，不公平啊！都没有，我那同事倩倩升职了，县官不如县官，我用五个西瓜榨的汁儿给他下下火，巴结巴结他。哎，出租车那边。帮忙开一下车门。师傅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那个行斗传媒。行斗？哎呀，师傅，我跟你说，这地方可远了哈。哦，唧唧歪歪什么呀？不差你钱，记得慢点，千万别给我散了。行行，那咱走啊。走了啊。慢点慢点。哎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行行行。开车慢点。哦，快干什么呀？哎，行行行。又散。你知道我里边放什么配料吗？珍珠、翡翠、玛瑙，撒一滴那可贵，那没有180块钱买不了。哎，行。慢点，慢点，叫你慢点，你开那么快干什么？我都不急，你急什么？慢点。你看这个速度咋样？再慢哦，这个速度还可以。行行行。啊！
了。往里边开一下。行啊，你看门锁着呢，剩下的路你得自己走了。哎，那你算算多少钱呢？多少钱呀？怎么99,999,999这么多呀？你看，我都跟你走了40年了，还不得这个钱呢？你看，西瓜汤都发霉了。啊？这都走了40年了？哎，怪不得我喘不上气儿来呢。来，给你钱。哎呀，送八戒个善事这么难呀？早知道我就不八戒了。哎，99吧啊！哎呀，老弟呀，这卡里边有100万，别找了。哎呀，辛苦你了。哦，没事，谢谢叔啊。哎呀，等我给你开门。摔倒！你慢点儿！哎呀，坐了40年车，站也站不稳了。哎呀，那我先走了。行，慢走，你也慢着点。好吃点儿，比上次奶奶好吃。果然一分价钱一分货。吃完给你做泡面西瓜。舔干净没？等一下。快点，我要做泡面。好了，哎，吃。二平啊，我来了。西瓜变样了。哎呀，磊哥，你大中午又过来干啥呀？你这吃的什么呀？这西瓜变品种了，还长面呢，我尝尝。哎，磊哥，等等。这西瓜泡面，我俩吃过了，不卫生，就是。那怎么办呀？要不我教你办法，你自己回家做。哦，那行吧，那你说说。你去菜市场买一个大西瓜，然后冻在冰箱49小时，然后拿出来切两半煮泡面，这样煮出来的泡面，冰火2重天，越吃越好吃。那49小时，那我现在就想吃，怎么办？现在想吃呀、啊？对。哎，媳妇，今天冰箱不是还有一个西瓜吗？有啊。等着啊，磊哥。哎。啊，拿出来，要不你自己做一下。这个倒是可以有。哦。哎。就这样。这就是炖了79天的西瓜呀。哎，必须的。这样煮出来的泡面。那才叫正宗的冰火2重天，越吃越带劲儿，味道一级棒。那我就借一下你家的厨房，借你两袋泡面了啊。哎，好。哎呀，来。哎呀，这西瓜冻刀都这么难切。二平啊，你看是不是这个操作法呀？ 是。二平啊，接下来该怎么做呀？接下来你把这里边的西瓜馅儿
啃完就可以了。哎，这个我拿手。怎么吃呀？咬不动呀，二平。必须啃，用牙啃的才有味道。用劲儿，劲儿，用力。二平啊，牙崩了。哎呀，磊哥，你这上年纪了，西瓜都啃不动，牙都给崩了。就是啊，你赶紧补牙去吧。啊，只能这样了。哎呀，那等着这个瓜回来我还吃啊。哎呀，给你留着。饭没有蹭蹭，黑了个牙。你别是我，你牙都给你崩了。